纪念公园。六品，我即马开始去啊。是是嘛。好吧，大家看完这八片，不知道有啥物要分享。透过恁的问题来鼓励，诱导这个江导演，想要慢慢来分享。因为我在台北放片，大概观众大概都会有一些是曾经参与过的。然后，不过你们可以就是比较可以像是完全没有参与过的人，然后可能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可能是透过其他像媒体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对啊，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看今天这部片给你们带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是不是？对啊，或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没有关系。当初站出来主要的那些决策小组的成员大概都是怎样的？就我所知的是，一开始发表在网络上发表一个声明啊，然后说106十一月六号在行政院前面静坐的，他是包括一些大学老师还有学生。那就我所知，学生是以台大、政大为主的一些学校里面的社团。对，那像台大可能那时候我记得发起是主要以浊水溪社为主，它是一个。台大算是比较浮派的社团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师，然后老师的话就跨更多校了，就是很多，包括中正，包括辅大、师大、政大、台大，我知道还蛮多学校的老师，他们有共同一个共生，然后还有一些是文化人，其他校外的领域的文化人。他们就共同联署一个声明，对，他们算是共同发起。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在影片里面有讲那个什么封锁线，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学生的人在外面，然后学生的人在帐篷里面这样子。对，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啊，就是，在行政院前面的时候。我自己认为在行政院的那两天一夜、他们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被驱离、在行政院前面的时候，那两天一夜应该可以说是这个运动最纯粹、那个力量最纯粹的时候。那个时候现场真的就都是学生，对，然后他们也有稍微围一个封锁线，但是民众也支持的民众就是很自律的在站在旁边看这样子。那在现场静坐的是全部都学生跟老师，然后。从他们第二天被驱离之后，然后他们都被抬到车上去，然后他们之前有表决啦，他们上车之前就有在现场表决说，他们如果被驱离之后还要不要再回来，然后就他们最后决定是要，然后他们又再决定就在表决说，那我们还是回来行政院吗？还是我们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然后后来他们就决定说，就到自由广场，所以就是很多人被抬到警备车上面，然后被载走。后来他们又回去，就真的就很多人就回去自由广场，而且他们那一天到自由广场的时候，其实发现人比在行政院前面还多，就是更多人来，因为他们在做那些网络的 live 的转播啊，学生自己做那些 live 转播，其实很多人在看。其实那时候真的就是包括他们用那个 Yahoo Live 的平台啊，就是他人数冲到就是连国外的人都在看，就是不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那么多浏览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人看到那个被驱离的场面，那就大家就更生气啊。所以就他们到自由广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聚集的人更多。对，那我自己是他们到自由广场之后，大概隔了两三天吧，我才到现场去拍照。那我带着相机去拍，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行政院这件事情，行政院这场静坐，我是大概过了就他们到自由广场之后，我才透过媒体还有网络发，就是比较知道这件事。那我就去现场看，去拍照。那我带相机过去啊，他第一个就是我就被围在外面，他就是一用一条那种红色的那种塑胶绳，就这样绕起来，然后，民众也都在外面。那我就想进去拍照，我就问那个同学说我可不可以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是学生吗？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这个场子是要学生的身份才能进去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学生，可是我想进去拍一些照片。他就让我进去，他很客气，就让我进去。那我进去之后才，又这样子拍照，进去拍照，然后隔了大概再两天吧，我才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说，我觉得我支持这个东西，我支持那群人，但是因为我不是学生，那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尽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会拍片，然后我就先带摄影机过来拍一段，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来你准大一大毕业了？毕业吧，其实你一年一直都保留你的毕业的论文。无啦，一直毕业差不多五六年了，已经出来工作大概五年，然后对才，不过这个算是我毕业以后第一部自己。拍的作品，因为毕业以后都是接一些案子工作的东西，哎，啊，那这个算是毕业以后第一部作品。你刚才就是到结尾的时候，那些冲突就是收掉之后就没有后续的动作了。就是你们看他们就是快要收的那几天，他们其实已经转有一部分的人已经转进室内了，就是他们后面有一场开会，你发现是在室内的。对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他们租了一个地方叫，他们把它叫野莓之家，然后他们就是慢慢的把一些物资都移到那里去了，然后场地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这样子。那只是他们那时候就是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民众不太能够接受那个场子要收掉，对，就是然后就是，可是也没有人想到说最后是以这样子的一种冲突的场面结束。他们那时候是想说，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有想要参考台中野草莓他们收藏的一个过程，他们其实也是台中那时候听说就是他们就是跟民众一起大家一起吃东西啊，喝茶聊天啊，然后跟民众解释说他们就是要收藏了这样子，然后其实还收的还蛮平和的，对，可是他们就想说就如法炮制，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台北真的那个。台北那个厂子的那个组成的已经变得有点复杂了，对，就是，民众真的就是像比较我自己也是认为民众就是真的是剩下一些比较深绿的一些比较极端，就是对，然后学生的组成应该说是更复杂，其实民众算单纯，因为民众真的还会继续留下来，天天留下来坐在那里撑着，其实的确是比较深绿的群众，那学生的话，他们就，其实真的是有蓝有绿，就是，那也不能只是用蓝绿去分，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是主策派啊，有些人是主流派，啊，那但是他们为了要，可能有的会有一些盘算的，会有一些学生会有一些盘算，他认为说这些钱，也不能就这样子放着，那如果要好好的继续运用这笔钱的话，可能要有一种另外一种转进的方式，看怎么样来延续那个资源，然后继续再做一些社会相关社会运动的一些使用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有些人他们就会做一些运作，然后想办法把场子收掉这样，然后转到室内去，对。但是也有一些学生他们是认为说我们应该还要待在场上，待在广场上，所以其实最后的那个。应该说是从头到尾，学生都很难一直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一直很难有一个共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一种场面。嗯，那个导演就请问你，就是当初你因为是认同学生他们提出的诉求，这个价值，你才会去。想要去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嘛？那如果当你就是发现他们内部其实你发现他们共识不是那么一致，或者甚至是起冲突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那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变质的？然后会产生退却的念头这样子？变质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看到他们，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其实中间前面。就是大家在讨论那一段，其实到后面就是，不是有一个吗？就是讲留长头发那一位，不
不是讲到最后怎么好像被指为说哦，我好像要把钱污走的那种感觉，这样，就是他们之前一开始不要一个组织，就是大家要集体决议不让外面人进来，但是后来又就是可能放弃，比如说他们一开始提出三个诉求，后来只剩最后一个诉求，那一开始说不要让外面进来，后来还是开放给大家进来，甚至说要开始组成组织。你觉得他们在这个畸变变化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跟你原先预想的要记录下来那个，就是认同他们价值有不一样这样？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一开始认同他们的诉求，然后开始拿起摄影机在拍，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机，对，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应该要好好去拍它。那这个是动机，可是慢慢后来，我不能只有动机，然后我就什么都拍嘛。那我还是得找出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那所以其实到了一两个礼拜后，我才慢慢去抓到一个重点，然后一个重心啦，就是说慢慢抓到我要一个讲故事的一个主轴。那这个东西就是，应该就是说，这个运动内部的一种流动的状态，一种它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对。那这个其实就像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学生运动，它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组织进来 hold 场，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在从头到尾在比如说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同样的决策小组，然后会有执行，然后会有一个表决的过程，然后执行这样子。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对，一直到最后其实都不能算有组织，对。那他们又想组织，但是他们自己又在那边会有一些顾虑，然后把自己绑住，对。他们又认为说，如果要组织的话，那谁有资格代表？对，因为各路人马都有，就是什么人都有。这个运动其实不只是那些，比如说在学校对于社会运动比较有一些认识了解的学生，他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学生，什么学生都来，对，然后就是说他一直是流动的，有一些人他们一开始来，他后来理念不合，他可能就走了，对，或者是他觉得难过失望他就走了，那又有一些人可能又来了。对，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就像他们说投票部队，就是可能他们表决的时候来投票，可能就走，就可能今天来一批人，明天就没有看到。对，那他就是你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一个形体，一个固定的样子。对，但是，要怎么讲？其实对，如果我们客观的来讲，对于运动来说这是不好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并不是一个。我过去并不是一个真的在关注所谓公共议题啊、社会运动这样子的东西的人啊，对，我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很新鲜，对，我很想知道说这样子的状态，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对，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对，或者说它到底在这中间能够激发出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全新的东西，对，就是属于这个世代。特有的运动的特质，对，那我对这东西就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希望就是把它的一个从头到尾就是完整的记录下来，对，这是后来让我能够继续拍下去的一个维持的一个动力的，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他的诉求其实也没有变了，他们的三个诉求其实是一直都有，只是说他们到后面比较后期，他们着重在第三个诉求。对，因为就像里面讲，他们很怕被贴标签，对，他们很在乎媒体的观感、社会的观感、媒体的抹黑啊，然后民众的不谅解啊，对啊，就是这些东西。学生们都其实是从头到尾都非常在意，那个在意的程度甚至超越他们能够好好的去想说我们的诉求到底能够要去怎么样达成这样，对，就是他们到后期就变得有一点在为了只在烦恼这些了，就变成一直在跟媒体搏斗，对，就变成这样子，对，就是但是他们其实到后期。像他们最后那中间被驱离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还是维持那三个诉求，就是希望
总统院长道歉，然后什么局长官那个下台，废除机会，对，然后修改机会有些法这样子。微笑。到最后其实还是没有成功，就是那个机会有刑法还是没有修改。嗯。所以就觉得这个运动，就是虽然有它的历史意义，可是我觉得它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然后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比如说那些学生，就是其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没有一个完整的决策系统，然后内部的那个纷争也很多，然后就觉得其实组织也还蛮重要的。的确是有这个，这个也真矛盾的。嗯。咱若搁倒转去看过去的野百合运动的时期，讲真的啦吼，如果啊，迄阵李登辉也无爱宣布讲一寡措施出来，还是李登辉去的现场，就当局李登辉的现场，就犹如现在的总统一样，迄阵的总统握大权，伊也无爱去会见大家，然后去谈判，搞不好。那些人是不是就会一直在那里绝食，然后最后就是剩下几个，搞不好也不知道。所以这运动内底，其实过去因到底是用抱着必死的决心，大家人吼拍死无多的诉求不完成就不退场。这太去论历史很难去论这个部分，这第一个。像现在很难讲说。野百合如果那野草莓如果搞不好马英九用啊，感觉这个机会有想法对啊，还是讲伊感觉安怎伊都真正去回心的，好可能啊。所以这个过程吼，内底毋是看到一句话，因在选伊去买迄、那个要办丧事的时阵，伊讲啊，你这无啊，你时间点选唔对，你来去选迄、那个要办丁选举，会搞不好有啊。你看最近啊，尔什么代马英九嘛。所以这个倒转来讲一种物件，一运动内底一直咧讨论策略甲战略，但是有时啊代志拄着是吼，有时啊迄个时间点咧就歹讲战略啊，毋是啊，迄落，哦，这有这个种挫折的过程。好，咱撇开这个历史里面，它是这种运动的迄种，咱搁倒转来讲，野草莓。野草莓之所以被台湾社会那时候那么多的认同，老实讲，也因为他撑得够久。伊伊会动迄几个月咧，两个月，迄来讲，这是足无可能的代志。迄有个人两个月真正学医啊，真的迄个有法度拢一直动。啊，接棒一定接棒问题。迄第二个是迄个时刻，包括即嘛。年轻人一群年轻人出来做一些事是一种美，会让人家觉得是相当一种社会美德。啊，这么社会功利主义来对一滴，那做什么代志？大家要求的是，这他们你，这对你以后有啥帮忙？这会当赚钱吗？这有啥物路用？一定有这個，但是会煞有种小人，而且不管伊做啊，只个我感觉至少人我当五个月，是迄个时阵，就有你啊赞，但是嘛，因为是学生，啊，佮加上这种接班，我感觉这就错。我讲真诶，我无，迄个春瓜来补光嘛，无一定成功，所以我嘛唔敢讲伤侪，甚至上，我只是讲用一个角度来感觉，这是运动界是袂使安尼啊。以前个运动界吼，佮会惊掉杯啊，安怎，佮会惊。惊去让知影，啊，再来，你足侪代志袂使让新闻媒体知影，媒体知影，佫惊先甲你报，啊，无就是先互伊知影，不报就会唔报，反正这足侪困难。啊，何况你也是某一个震动知影，某一个震动就会袂爽，啊，你即个佫是要抵抗伊，所以这拿捏这歹处理的，啊，这歹处理的时阵，就是需要独裁。哦，看是对几个强势领导，要撬的，咱撬好，啊，就散落啊。但是你搁想要公开哇，笑的，
运动内底，搁什么？伊讲话嘛要弄，啊伊讲话，大家还要公平，这更加难啊！这运动内底是真独裁啊！社会运动没有一个社会运动哦，可以像野草这样，我可以敢保证，我那一年哦，哦，你啊内底拢在看我的心酸史，我是很独裁，很政治，基本几乎在批斗一国性。卖得不错、欸，我自己在看，哇，要是啊，想当然，如果这些事就被当局知道，我就做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在那个刹那间很难公开，你知道？我是只为着要开会，搁在往西的所在，啊，大佬无爱来面吼，只好来唔到。啊，搁有诶乌道诶面吼，只好去唔到好发客啊，无你面吼。所以那些事你跟讲嘛，你没有办法讲。我们在那时候只是反对那个32亿的市政大，民进党很支持的市政大，你要怎么办？哎、欸，有些直接讲话，那公有真内涵啊，对一个哦，提到这一样，对一个，所以你去人讲话小心，去人讲话安怎，去人讲话安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你都讲得那么白，万一录音的被流出去，啊，你不是说被告死了？所以几个规定啊，何况也摆了。你要在要讲什么人要来取你，什么我感觉这一定是，你讲野草莓，野草莓都是这边我被用到告这种审议式的民主，都被公开式的民主，直接民主，我感觉那是什么太屌了，这个代志。这运动无安尼做，不是你去看什么台独运动，发现假呢，是嘛串起来对不？所以是这种运动本来就不太能民主。然后运动就会讲究那个后面要怎么结尾。哎，一个运动，我迄阵嘛做完了，迄阵我就画我，哎，奇怪，是真老紧来听听。煞袂煞啊，唔知要翻几年啊，一年两尾完啊，啊，搁讲要听啊，搁唔紧听啊，伊又唔是一鼓作气了，啊，咱就当愤怒，啊，真前进。哎，后来。猜了，怪兽来了，那一只我好像不在，但是呢，那一股力量大家就会问，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可以赶快，下一次还要接下来要拆四个地方，哎、欸，那个力量才转进到旧界，无人知影讲迄种运动的悲哀啊，那一个所在失败，大家会很伤心，大家只会看那个结果，或者过程。而这个片子，我想更不得了的是，它片子里面是纷争。那个不能谈纷争，民主讲无同款话，就叫做冤家，安尼嘛唔对了。好啊，其实是大家会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立场，不一样的观点，方向不变。但是往往因为方向不变，很容易冤家。怪吼，我嘛安尼啊，我们方向不变呢，我们理想不变哦，但是因为做法不变，你看做法有变。我玩这个变拍一世人变拍朋友呐，有够衰！我最近在反省，有够衰啊！我一世人嘛来得罪这多人诶，所以你上网打余国兴，嘿，我一排拢在批判，好像哎有很多钱哦，不然怎么开那么多店？拢有啊，拢可能啊，啊这边嘛，所以我以前嘛讲，哦，咱财务来公开来讲，社会运动成功了，财务都不能公开，而且都会越有贪污。不是你去看那切割我啦，你也愈来看哦，切割我无效嘛。是你迄个房间哦，迄个卖看，啊无咩话做袂落啊。啊，所以这我感觉足困难的哦。但是这支片都有伊的价值性。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民主要追求什么？用民主来看，哎、欸，他是、欸、学生，有一群学生就在做，我相信。搞不好他们那些以后进入不单纯的社会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做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所以那个真的还真的是像他写的那个给10年后的野草莓看，我相信坏人也有。那你怎么我怎么玩给？这个两个坏一样的人再重新走一次，他不会这么走。搞不好他就开始算说，哎，这样应该要选择什么时间？要怎么样退场？要怎么样？哎，啊，钱要怎么花？黑豆胳膊卡，哎，我们要请专业的拍纪录片者。对啊，还是也讲哦，那我们会有这些钱，那应该要怎么花？哎，应该要多少钱？请导演哦，要怎么跟？
然后那个有一些事就导演做就好了。哎呀，那黑都无同款啦，啊，这种我感觉那种单纯在，一种单纯是另外。我相信这个会过去，那个人事已会，可是里面的那一种单纯的那一道人类不可磨灭的价值还在，那追求的心还在。啊，机会忧心惶惶还没问，所以显然他还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去发酵。不过我反而感觉伊个片，这纪录片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就是一种 NGO 组织内底讲组织培训，一种涵养，一种民主，一种对话。我简直这个片就是，太多的这种对话在谈这个，你若作为 NGO 组织，看要哪做。NPO 组织一边要做规划，困难，而且就在封锁线一线之隔，然后电力也没有办法电很清楚，你要检查学生证，反正你到时阵甲讲你嘛学生就好啊，你甲批吧咧吼，看伊个情绪吧咧。阿伯龙也在恭喜学生，所以这个要袂检查你个学生证啊，所以这是处理的。学生证拢蛮提较早，其实内部嘛是，不是大家拢学生身份的，对啊。因为这个纯粹性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那么。啊，读博士班呢？几好，可以做老师一个博士班，我还蛮学生的。老师兼学生。所以分界，但是我感觉还是对的，越模糊才站得下去。迄就是尾啊，愈想要可以卖模糊。其实如果光看结尾这个诉求有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客观的说它不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啊。可是其实刚刚就像国信讲，就是这里面有太多价值，它是各方面各个层次的价值。对，因为你看它的那种组成分子，你会发现其实。可能有我不知道比例了，但是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学生，他们其实是对他们一直在等待这种机会啦，就是他们在等待一种可以身体力行去实践那种社会运动的，去亲自去操作一个社会运动的这个机会出现。对，所以那可是问题是什么人都有，但是除了这些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他真的只是单纯为了一个对错的事情到现场去。其实像我也是，对，像我也是，我只是觉得，今天就是有人应该道歉，所以我去现场。对，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学生也是这样，他们可能平常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运动，对，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生运动，他只是觉得说，我的怒气，我的那个不平，好像真的只有这个地方能够表示，那他就到了现场去，对，他就把他的身体放在那边。那可是就是说这两种人，如果我们只把它分成两种人，就算是这样子，他们还是去尝试一个审议式民主的过程，他并不会就是说啊，那就是由那些意见领袖直接就来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他们还是试着去做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同讨论，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有想法，然后你只要有想法，然后大家投票过了，你就可以开始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运动他们做了很多尝试，虽然他可能只是尝试而已，可是就是他们的确是试，他们的确也做了。对，那虽然说可能最后还是会觉得说啊，就是现实的东西，那个现实越来越巨大，对，可能外面包围他们的那个现实越来越巨大，所以可能最后运动还是有种宿命般的又转向了。那种比较正统的那种操作的方法，对。但是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什么都试过，对。就他办过的活动呢来看是成功的，就是那个当下，你看游行嘛，真多人啊，到上尾啊不起诉，真的是一种成果。而且很多人他们就是后来，在这个运动之后，这三年内的一些其他的农运、公运的一些领域，其实他们就把这次的经验也都带到其他的社会运动去。对，那有些人可能本来根本对这个领域完全不认识，也没有兴趣，他可能
他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改变他一些某种程度改变他人生的一些方式。社会运动还可以经典，就是讲透过每一届诶，迄个议题诶发酵，以前乐生的栽培真侪囡仔，所以囡仔即马拢着来自即个农村阵线，所以大埔事件迄个爆发了，去凯道内底，我看真侪，哎呦，乐生，哎，咱迄阵着作用了，你嘛来啊，你嘛来，乐生阵无代志用哦，所以伫个过程内底就发现，很多人其实尝试过一次之后啊，这个。游行或者抗争或者抗议或者陈述或者表达，是会变成一种习惯或者一种兴趣，持续下去。我们这里注意的就是，这本来是民主内底哦，咱是一直叫大家人哦，哎，公民哦，所以你有啥物代志爱发表意见，往往无，咱的意见就从扯干交以外，过来看电视啊，稍微批判一下，剩了剩投票，啊，其他种的，真少人讲啊，路见不平。打电话去调，坐路坐什么爱过？你叫你无看，还是讲迄电话调无电话啊？是安怎？还是有人安怎？迄种积极度，这个是在民主里面不应该是沉默的境界。啊，这种培养就是社会运动必要性。我导演讲我赞啊，野草莓一广场的时间看起来，伊嘛爱去啊，所以这就代表拍纪录片内底另外一种耐看、一个耐度。我嘛是也无反感，因为伊讲伊毋是学生啊，哈哈哈表示伊是迄个社会工作，爱，这种嘛是无简单的，谢谢。哈哈哈哈哈！拍这，啊，才有这部。继续。那导演就是，那不知道，因为就是最近有一个比野草莓，就是不只是组织没有组织啊，然后连诉求甚至也搞不清楚诉求是什么，占领台北。101。不知道你对那个就是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说有没有兴趣再去拍他们纪录片？现在还在吗？现在都听说还有一小群人，也是有点像最后对啊，都有这议题，我好接，其实也都顶来这个。那个战101，我其实我也真的没有，我也应该说是我这个人其实一直不是真正就是在这个领域的人。对，我可以老实说，就是我过去拍的纪录片其实跟公众议题是没有关系的。对，我过去拍的纪录片都是。也是都是拍年轻人，但是是比较个人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或者是说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次文化的东西。我拍过，但是对象几乎都是大学生的、我拍过像滑板族啊，然后拍过像网咖的东西，网咖的文化的东西，然后拍过像留学生的东西。对，但是其实过去对我来说，我自己感兴趣的是在那个二十几岁这种年纪，就是即将要变成所谓大人的这种年纪，我们通常都18岁成年了，但是，我自己认为，真正的成年是离开学校之后了，就是离开所谓那种相对单纯的环境。对，那我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就是说，你成为大人之后，你到底需要放弃多少东西？对，那或者说你自己，的那个。转变是什么？困扰你的，然后你坚持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对，那其实拍这部片某种程度也是一样的。对，那只是说我拍这东西它刚好跟一个社会议题结合在一起。对，这对我来说是刚好的事情。那可能就我也透过社会议题来，同样也是反映在我自己关注的这个东西上面。对，但就也不是说。我拍了野草莓，我接下来就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对，所以其实我对这些还没定位。对，所以其实那个占领华尔街跟成功立马变成一个习惯了。那个我其实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对，那不，我毕竟不是一个这方面专业的导演。啊，你以前的片啊，当时要起来办。要丢掉，有
男方已经掌握过这个，我等下老婆过来，等我无消息。我真歹做，这男方影展纪录片奖是，我应该是算我第一个第一部作品参加竞赛类影展有拿到奖。对，这部也白，那个也超白。对，左水溪以北的影展拢无丢。这蛮古怪的。很奇怪，我要拿意见的评价去投台北的，也是都有投，对啊，我不是很会得奖，知道吗？就是这样。不要紧，你姑姑啊，搁甲改名，提出来搁弄一下，重建。来，还有啥问题无？那个导演，我在想，那个纪录片啊，其实我蛮想知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法，因为我看你。你的主轴好像都是在大约那几位同学教授身上，那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去探讨那种社运的那种纯粹性，所以会比较重点在他们的那种目标上面，啊，反而重点不是在其他人的有没有其他的那种声音出来，去探讨说他们这样子的行为，他们这样子的目标，还有他们那个这种就是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就是讨论，做一个讨论。这个东西也蛮特别，就是说我在那边拍了两个月啊，然后其实也一直有看到有其他的人拿摄影机在拍，可是因为这三年来我就真的就没有看到比较完整关于这个运动的一支纪录片的。对对，我自己知道就是好像就是只有这一支，不过就是其他就是像。公共电视他们有制作一个比较短，一个比较短的，它主要是在讲前面那几天的事情，对，然后还有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公民什么影音平台是什么，叫 People 还是什么的，对 ，People， 对对对，那个它上面也有，我知道好像有两集吧，一集十分钟的纪录片，那我只看过第一集，它第一集讲了主要是focus 在那个他们。里面有一个主播组，就是他在讲网络在这个运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做主播组，然后他们就是里面有稍微提到，就他们就用电脑的那个 webcam， 然后去拍摄现场，然后不经剪接24小时的在跟网友报道运动的状况，对，那两支，那个 Pepper 的那个影片。主要是在讲这个东西，我是在讲说，就是说，纪录片它终究是一个切面的，它终究是一种观点的，就是不管我今天我拍的我是大到我拍全国的野草莓也好，或者是我只拍野草莓里面的一个人也好，对，它终究只会是一种观点，对，就是这部片它不是官方的，它就是野草莓没有拿钱叫我拍，对。我就只是因为，我也只是因为自由广场离我住的地方坐捷运很快，我就去了。对啊，我也感兴趣，我也支持他们，所以我就拍了。对，但是他终究是我选择的，我选择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什么东西我感兴趣的，然后哪些人我可能觉得他们比较有趣，或是怎么样的，对，所以他终究会是我看到的野草莓。对，但是这东西就是变成是。你越多片子出来，像乐身这样，就越多片子出来，那个运动的形象才会越鲜明。对，它不会是一部片就可以告诉你野草莓的全部。对，没有一部纪录片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对啊，对啊。有片子跟上了。从小红啊，加上花眼啊。小红，臭小红，下坡。我是觉得说，就是刚开始会这么多人，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就是他们几个的整个画面，所以就是一时愤慨，然后就是很多学生是因为这样子去，然后去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比如说什么组织啊什么的，是一开始完全就是没有，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就是想要去支持，就纯粹的支持。所以我就刚开始那时候是很多人，然后也很纯粹，然后很单纯的、啊，然
然后就走到最后就是一定就是看到就是哎好多好多问题都出来了，就是大家就是想要回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也不知道该听谁的，然后自己有意见，但是也不能上达，然后对啊，那又不能单纯就是不能单独的说我代表我来参加我就可以代表，然后我去跟外面讲或什么就都不行。就很多人就是来了，然后一直就是一阵子又走了这样子，然后又新的又一批来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但是就是看到觉得很厉害，就是两个月蛮久的，然后就觉得，就是当就是从一开始到后面，就是有很，就是他们加入很多东西在讨论，一直在讨论，然后讨论到最后就是，的确就是看到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帮助说我们后续如果说有一些活动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参考，对啊。然后他们里面很多好像很多是那个读法律的人，对啊，所以他在讲法律的东西我听不太懂，对啊，就是还有警察什么什么，对啊，要你要写什么，对对写，对啊，然后我就一直警察职权行使法，就是感觉就是还好有拍啦，不然就是。这整个这两个多月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我们可以后续可以看到，可以讨论，然后可以学的，然后人家也可以参考的嘛。嗯，就是还好。不然当时候就是新闻看一看，新闻看一看，你就听到有人说啊，这无聊啊，什么什么的，啊，这等去读册啊，唔读册啊，什么的，就你就只是听这些而已啊，对啊，所以就还不错。爸那时候就说，如果是还脚要打我的脚打断。啊？就没有啊？那就断。你那时候大二。你爸爸是讲相反话。因为他觉得很混乱啊，这个场面那时候媒体。可是我觉得那种混乱就是他迷人的地方啊。因为就是学生个性的说一下。你看，就是那些像那些教授或者是懂法律那些人，他们感觉就真的会比较。有决策力，然后想的比较多，可是学生就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冲动，然后连被架走都在想说，哦，今天穿裙子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是觉得这就是学生运动好玩的地方吧，因为他学生就是一个比较没有现实压力的群体这样。以上。就这部片，我某种程度也想要表达这个世代的一个特质。因为我相信野草莓野百合那个时候的二十几岁的人跟现在的二十几岁的人其实一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网络性格这种东西就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这些人他们习惯的就是网络嘛，那他们在这里面也可以表现出相对就是一种可能你在网络上论坛啊，就是像我常会讲说这个运动它的那个网络性格就是每个人都敢讲话，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可是你也都不见得需要负责。对，你今天可以来投票，可以来讲话干嘛？但可能你明天你觉得你不爽，或者说你对这个运动某些跟人家吵架了，或者是对某些诉求你不认同了，你马上就可以登出了，你就可以决定不去管这个论坛。那有些人他也有可以刻意的去影响这个论坛的走向。对，所以那种网络性格是，我觉得也是体现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主管单位要分享一下无？主管单位。兰花是白菜。那当然可以聊一下啦。啊？对啊，你也可以聊一下啦。啊，来过几次，多次，很多次，来分享一下，你看那嘴盖，你的感想。我看其实大家讲得很好。你这真政治性。哈哈哈哈哈。我爱现在民调如何？5-5。哈哈哈哈哈。不够。不够。你那心里也歹，心出来，我爱做这样灰灰啊，这样子咯。等于没有的话，剩下你，剩下我。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哦。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那个界限那个嘛，就是那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我觉得是导演的摄影机的位置啊，跟他在记录当下的一种情绪。因为你刚开始说，你其实不是学生，所以到那个现场其实是一条线在整理。那可是我觉得在现场，如果你待越待越久，这些人其实越来越熟，所以那个相对的那个之间的那个距离其实会越拉越近啊，那我们不熟悉的程度。可是我觉得你的摄影机有趣的是始终保持在一种很冷静、很旁观的态度。我是说，你的摄影机不会被这个运动卷进去。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拍这种运动的摄影机，其实通常本身自己家就是运动的当事者，所以它摄影机其实是存在那个运动里面的。那是随着运动会时而高度的那个。高那个情绪是跟着，对，情绪会跟着高昂，或者会愤慨啊，会怎么样？会有那其实摄影机甚至画面可以看到那种情绪的东西，可是你的摄影机其实还是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其实基本上这种旁观冷静其实是完完整整的记录这个运动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如果你进去，如果你成为他的一份子的话。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也许那种客观性的那种旁观者的那个观点，好像就不见了。可是我觉得还维持还蛮好，甚至到最后面，对，或是说你在剪接的时候有试图想要让自己的位置有摆得更远一点，用旁观者，是为什么会这样选择？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一开始我就设定我自己要怎么拍怎么看的、那当然跟我自己的个性也有一些关系、就是我比较是一个不是那么热情，就是说跟朋友的互动没有那么热情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常常可以就是躲在旁边这样冷冷的看着大家这样子，那这是性格啦，但是某个程度就是说我其实我拍没几天之后，我就给自己一些条件一些规则，那这些规则就是我想象的一个我要的纪录片的样子，对。那这个规则就是说，我不参与，应该说是我私底下跟他们聊天，但是我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是不会去，我尽可能不影响这个运动的走向，就是我不会举手，就是比如说他们在投票干嘛的时候，我不会举手，我也不会提案，对，我也不。我连他们的便当都不敢吃啊！接受任何与草莓相关的资源，有吃水果了，吃了一些水果，没有啦，就是我尽可能让自己再冷静一点的面对这个运动，对，就是，但私底下我会跟几个人还是蛮好的，就是我摄影机拿下来的时候，我仍然会跟他们保持一个某种程度的良好的互动，但是就是我机器拿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为什么变得那么冷酷，都不讲话这样子。那有时候也是要忍耐啦，就是，我会有很生气的时候，我拿着机器，我会有很生气的时候。那有时候甚至我就是气到我不想拍了，我就是跟观众对吗？对，我就不走了啦。就是他们开会真的有时候你会很生气啊，你会生气说哇，你连这个都要在这里讲那么久。只是因为今天可能某个报纸报了一则什么，结果大家在讨论那个东西，讨论很久很久很久，哦，我受不了就生气就走了，对。但是我不会说你们，我不会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还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不会在警察区域他们的时候说，哎，那你怎么这样子这样？就是我都尽量忍耐的在那边在旁边这样子拍，他们讲。有啦，就是他们讲笑话的时候，我镜头会接，受不了，笑会接。但是就是某种程度，就是我尽量去追求一个，我把有点像是把摄影机当作现场一个透明的灵魂在现场飘移这样子，对。然后又有的时候又有点想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比较低调的，然后比较在现场不会表达意见的学生之意，这样就是看着大家怎么进行这个东西。对，那这终究我是想追求一个比较像电影、比较有电影感的东西啦，因为大家可能看一些纪录片，它是会不断的跟被摄者互动，一直去讲话，或者去跟他们冲撞，或者是跟他们辩论什么的。可能你们会看一些纪录片是这样，但我自己的我觉得只是个人的喜好吧，我比较喜欢那种。纪录片是比较安静的看着事件的发生，
对，就是那只是因为我自己对于纪录片的想象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尽量维持这样的一个拍摄的状态。自己看看他这个片子，我如果我站在野草莓角度来看，我一纪录片还蛮站在我们，还蛮符合我们的这个过程的纪录，算真大型的，不是那种，袂讲，让你看起来感觉啊，这拢报唔了的，啊，这拢要回看回来，袂安尼。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显现出什么叫做导演的功力。那功力其实背后看到可以去理解他的人文基础，他的那种观看，那种怎么倾听，怎么长进，他的整个构思，还有他的主见。我想是在这里面看会当真了解，伊也讲伊今仔是徛在反机会游行火的，你知道吗？赞成机会游行火，我是拍出来的，野草莓可能不是安尼啊。所以我相信这是绝对有伊的上帝的立场，甲社会一种训练的一套。这个片我感觉袂歹啊，对跩野草莓的人来讲应该必看的吧，必买，叫伊去抢。我伫脸书头顶都有人在讲，就有人就是可能中途离开的，有在脸书上留言的、其实有一些学生，有一些参与者，他们其实是不敢看的。其实他们，他们还是所谓他们说运动伤害，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其实每个人真的有让每个人非常难过的时候。那他某种程度他那个安全机制就是觉得他不想去回想这个东西，对。但是。我也蛮高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也是都愿意看这个东西。就是我在主要我在北部的一些放映，就是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他们也都去看了。那看了之后，也都会有新的一些想法出来。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也蛮开心的。对。我是想问说，你是怎么让他让这些参与者就让你跟着他们这样拍？因为你不是一开始就参与嘛、所以你也不是说他们一开始你第一天就去啊、然后也不是他们里面的人、可是你还跟他们去坐车还要去玩宵夜什么的，对啊，就是你是他们是怎么让你可以这样？坐车那个是其实是他们找我去，其实那个你们看到长头发那个叫张之豪，他那个人本来就是比较爱现，比较那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一个人啦。啊，他的性格就也很喜欢认识人这样。是他说，我们要去买蜡烛，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这样子？对，那不过就是说，这的确是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像你说一开始，其实在现场大家对摄影机非常敏感，因为他们那时候非常讨厌媒体。对，因为那时候媒体的对他们的扭曲真的非常严重，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媒体就是报说什么什么什么吃烧酒鸡啊，然后什么什么早上都没人啊，是怎么样？就是我听他们讲，就是说他睡觉睡早上起来，然后就是，他就从睡袋这样探出头来，然后就觉得好像有谁在看他。然后就一回头一看，就一排摄影机就往这边就这样拍了，就这样拍。但是就是媒体就是在看，在等说什么时候有那种非常冷清的场面，还是说什么时候你们要做出一些傻事，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有一条这个东西来报。对，所以他们其实对媒体是非常反感的。那我拿的机器也比较大台，就是那种拍纪录片的机器，所以我刚去的时候，每个人也是。大部分人看到我也是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然后要不然就问说你哪一台的，你哪一家的这样子，那就是，我还是要跟他们解释，就是我几乎是只要我觉得他们有疑虑的，我就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说我在做什么，我会跟他们说我是在我自己在拍纪录片的，对，我也不是哪一家媒体要拍，我是个人想要记录的，对，那。我觉得那个互信的过程真的是慢慢培养的啦，就是说，他们也会看到说我人常在那边，那各种场合我也都在那边，对，并不是说今天有警察要来处理的才会有媒体来这样，就是那个是慢慢
达成一种互相信任的过程。那还是会有人跟我说，不要拍我，或是说，我不想接受访问。对，那我也会问他说是什么原因这样子。那如果他真的有他的原因，那我也是不会，我就不勉强这样子。对，像那不过就是像其实很有趣，就是说像最后你们看到那位同学，我其实一直有在拍他的另外一位比较矮的戴眼镜的，他就是他最后不是讲了一段话，说蓝绿问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完，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可是他讲完他就说啊，这个不要用，不要用，对。然后我就把摄影机放下，可是我整段就用了，而且我还把他说不要用，不要用那个都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我也要表示出一种，拍摄者跟被摄者的一个基本的信任，就是我知道我这样用，他也不会生气，他也不会真的不要我用，对，那就是，但是我用，我为什么要用那句我？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说不要用，不要用那个东西很重要。那个其实代表了这些学生某种程度还是对于说台湾目前这种蓝绿对立的状况其实非常敏感的，所以他能够讲出这个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个，但是又很清楚的一段话，可他还是会在意，讲出来别人对在意别人对这样子说法的一个观看的方的那个态度。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用。你有没有？你是要走？对，我要走。我就觉得，我本来是完全对野草莓运动完全没什么印象，就只记得那个名字而已。是看了之后才发现，然后才想起他的诉求，然后我就想到。三年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也是抱持着质疑的态度，是觉得没有用啊，怎么可能会有改变？可是就是在片子当中，我就看到一个运动影响的力量，就像是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学生的存在啊，在场上那个奋斗吧，就是那个突破吗？还是对他们有那个空间，有一个机会在那边待着，然后就是。像有些学生吧，可能他们的志向不一样，后来就选择说，要去当个人权律师这样，我觉得很棒，对，所以就觉得像是一个事件或是一个事情的发生啊，并不是让人恐惧，还是让人觉得，我觉得是很有讨论的价值这样，谢谢。希望导演能继续拍第二集，跩个人拢走去倒哦。我为野百合找以前的资料出来。为野草莓就好啦。野草莓跩那个谢同学啊，谢同学有参加吗？快这帮走去倒啊！被打掉了吗？谢同学是签名台，这个是签名台啊。是，所以呢，能继续拍第二集。我要甲安排去恁社区讲无？可能袂歹。好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等下暗时搁一场咧，所以准备来敲名。好，咱无咱就掌声啦吼，感谢。